主题是舌尖上的奇幻旅程，立马告诉你。然后我们以马告当他为主角，然后我们将他融入在我们的四项产品，分别为马告的这黑糖的热冰，然后风味寿司、马告曲奇饼以及马告纸蛋糕。我们呢自主是用环保保育议题以及搭配传统手工艺的棉线所制作出的作品。由于现在的环境保育呢被大众忽视，所以许多濒临绝种的动物呢其实已经都不被大众所关注，像是1000块上面的地质，其实有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能看见它，只是由于平常都注重在钱币方面，所以而忽略了这个保育类动物，所以我们特别将它提出来制作成我们的作品，结合传统手工已经没落的工艺技术。我们是冤家沙，然后我们这个密室逃脱是以推理跟美感为主题下去做的。你好，我们这里是园林家商，然后我们的主题叫推开密室，美在其中，然后我们是做小朋友版的密室逃脱，然后我们里面有四个关卡，然后在小朋友在四个关卡里面可以推开，就是可以利用逻辑推理的能力，然后到最后有团队合作的能力，所以这四个关卡里面会有名画，然后原住民，还有洞穴大探险，还有金字塔，然后小朋友在这个一个小时里面呢就可以带领全部的团队，然后呢我们就推理思考，到最后得到我们的美感，这就是我们的推开密室，美在其中。服装是以中国传统服饰旗袍作为发想，上衣以立领及如意巾的设计，下半身则是以裤子或裙子作为搭配，并且在侧边及后面加上异地的百褶裙，让身形显得更加修长。为了凸显如意的样式，我们运用了红色水冰袋，再镶出如意的轮廓，让整体服装在整体中更增添一股沉稳的韵味。我们是国立嘉义家职家事职业学校，我们这个作品是运用雷雕雕刻机雕刻出来的，先使用 Inkscape 软体绘制图像，之后再运用 RDWork 绘制这个图像，然后运用雷雕机调功率跟速度雕刻精致完美的图像。我们是义母高中，我们制作了6种不同的艺术媒材，带集至各个地方进行一系列的教学活动，带至社区、家庭、学校进行教学活动。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专题，让幼儿、家长、老师一起启发自我疗愈力。我们今天用的是用天然的叶鞘，也就是槟榔叶鞘，那一般叶鞘都是拿来丢弃，很少人会想说叶鞘还有其他的用途，但是今天我们把叶鞘拿来做成饰品，甚至做成面具，一起做成灯罩，让叶鞘有更多的新用途。所以我们今天专题制作的目的在开发，让叶鞘有了新的生命，然后呢让更多人去认识这个叶鞘这个特殊的材质，也有很漂亮的作品哦。我们是来自中山工商的学生，我们制作的呢是用瓶来玩熊盖赞，我们是利用瓶盖呢做出象棋的棋子，然后利用循序渐进的方式让幼儿学会象棋，不止5岁的小孩可以玩之外，5岁到99岁都可以玩哦。我们是来自国立嘉义家职的学生，我们这项专题的产品大概是利用幼儿的疾病，进而制作成图卡，让幼儿可以利用图卡去表达说他哪里不适，然后让医生或者让家长更了解说他不舒服的症状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自园林家商，我们的创意动机为看到一支影片被它吸引，从一颗蛋拉开后面的拉链，翻出一只雏鸟，再从雏鸟背后的另一只拉链翻开一只成年的企鹅。所以我们运用翻转的概念，然后为了结合日常生活中的可以使用的东西，我们选择帽子做结合，然后就是有以下的作品。不会就讲嘛，好，来三二一。我们是家一家子流行服饰科，然后我们的主题名称是又又一二去童装系列设计。那我们这个作品的设计发想呢，是来自于说，因为现在小朋友他们出去玩的时候呢，很容易拿3D 产品出来，然后呢会跟爸爸妈妈吵着说，如果不给他们手机的话，他们就不安静的状况之下呢，所以我们因为这个东西想说把游戏融入在童装设计里面，他们只要穿着衣服然后出门，他们就可以降低他们玩手机的状况，然后让他们，因为手机的对小朋友的发展其实不太理想，然后会影响到他们脑部发展，所以我们要让他们真正有学习到的状况之下，所以就让家长可以很方便的状况之下，所以进行这四件单品的设计。那这四件单品可以有72种穿搭变化，然后有6种设计游戏在这里。我们是来自高雄市树德家商，那我们今天设计的这一款是多功能性的脚架椅，因为我们还结合了一个椅子的设计，所以说它在操作的时候，技术者来上天上，我们的操作者他可以坐在上面操作，那他也可以站着操作，他也可以站着操作。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不需要一个桌子，他就可以操作，而且他我们是家一家子的同学。球架，然后结合祖孙共玩以及银发族的老还有幼儿园的小朋友可以自己操作。我们的游戏总共有6种游戏，第一种是篮球架的游戏，以及套圈圈的游戏，还有反弹乒乓球的游戏。然后我们有一个挂布，是可以进行挂上的。球门的部分，我们可以进行足球游戏，也可以当成我们在玩保龄球游戏的时候，可以进行阻挡。挂布也可以进行翻面。你还有十分。挂布进行翻面之后，可以进行9宫格的游戏。我们整组最大的游戏特色就是这个声光效果的篮球，我们利用杠杆原理，当球投入时可以出现声光效果，让小朋友会觉得比较有趣。我是来自樟树国际十中的学生，那我的作品是利用底片还有包包结合成实用的包款，那透过灯光的效果，我们可以将底片上的回忆被灯光照射出来，让这个物品可以有新的样貌，给人有新的感受，还有就是可以回忆起以前过往的记忆。我们是来自彰化县拿德三公职业高级学校，然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是轻便、简约、时尚以及实用。然后我们设计的是我们的包包可以变成工作服，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美容及美发行业都需要一件工作服，需要非常多材料，而且现在推广了新娘秘书就必须要达到快速的效果。我们为了达到快速的效果，我们研究了这个。设计轻便又简约时尚的效果。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樟树国际十中的学生，那我们创造这个是太阳能友善机能衣，那它的特色有6大特色。第一大特色呢，它是太阳能板发热，就是太阳能板会吸收太阳光之后，因为将热能储存到你电池里面，然后它就会进行发热。第二大点呢，它是夜间照明，帽檐的上方有一排 LED 灯，
那在夜间的时候就可以降低危险的事情发生。那第三点呢是快速加热，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开关按钮在皮件的下方，那开启之后呢它就会快速发热。第四点，这件外套呢是耐脏及泼水的材质，那它是紧机能的款式，所以它非常好活动。那第五点，它在没有太阳的时候呢也可以进行锂电池的充电，可以做使用。那第六点，它这件外套呢是可以水洗的，内部的电热丝跟 LED 灯还有导电棉线都是可以清洗。那我们一位太阳能板呢设置了一个霹雳包，可以让它背在身上吸收不同位置的阳光。我们的达文西呢是在发廊呢给顾客做使用，能将它吸附在镜前或是台前，这样设计师在为客人剪头发时，客人就能直视前方，就不会头一直摆动，设计师也会比较好操作。我们是来自樟树十中的流行服饰科的同学，那我们主要设计这套服装是为一天来回的登山者，然后短期旅行的登山者所设计的。那我们整体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主体布料都是防泼水的，那在可能遇到迷路或起雾的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有设计一些保护装置，让登山者可以及时的打开。那肩膀还有我们前面都有设置，那在后面的时候我们也有设置一个导光条的装置，让每个登山者都可以知道他们距离对方的距离差不多多少，不会发生意外。那在里面的话，我们有设计双面穿搭的一个单品，然后让消费者在平常没有登山的时候也可以自行脱下，然后平日也可以穿着。那在后面的背包我们可以另外拆下来使用，然后在平日也可以成为一个时尚单品使用。那我们在整体的颜色是做一个经典的流行配色，我们在剪接线条上面也是做一个利落的线条，然后我们的材质是主要是用防泼水的材质，我们在口袋处也有做一个特别设计，让它是可以有更高的储存空间，以及可以防止东西外漏的功能。电哈，有没有？没有，那个是装电池的。这个啊，这条是这样。三位同学嘛，哦，人家说明的时候，你们是这样说明的？我们的就它可以自动换，然
不是说你不会再把它放在地上吗？不会，不会，就是这样收。对，就这样收。你就是这样移动而已。嗯。健康声明林老师好。健康声明书跟安全表。这边没有签名哦。好。精神不适时的便利性实用性里面还有一个商品化。公分那、啊、你们会 推到哪里？因为我们现在要先量，你只能推到那个地方。如果是这样安全，在六十公分，不能够出来，所以你就在这里。超过这哪里都不要，不行，不可以超过这里，就是那个公分是。这样会不会超过六十公分？量一下，来。哎、欸，还要再进去，要再进去。好，这样可以。这样是 OK 啊，就是不能超过这个。好。不能超过六十公分。那这边用电嘛，对不对？嗯。就是笔电而已嘛，对不对？嗯。其他都没有用电。那我想说，如果我们要做操作呢？因为我们是用坐上去操作。实际操作。那我们坐上去会比较好。谢谢。好不好？谢谢。那就再加油啊！好，谢谢。
非常满意寿司的六十八趴为最高的。口感平衡，口感提升则是我们的饼干，非常满意最高的70%。平均分数，我们将前面的满意度转换成平均分数。然后它也是现在的就是我们家的东西，那它我们使用的原装就是麻烦，或是我刚刚提到的一些，这些都是原名的产品，我们原名的一些特色的东西，现在可能就会被忽略。那我们将它结合在我们现在的美食里面，对，要试试看看吗？可以看看。我们就是要给评审带回去的。不行，可以在那边。我想请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这一些商品都是你们手做的，对。那包装方面也是在学校这边，还是请厂商额外帮忙？在学校里面，这都是自己做的。好，你们有没有跟你们目前看起来它的整体的完成度还蛮好的，有没有曾经去找过相关的一些投入啊厂商？总重量我们再量一下，大概。不会多于10公斤左右，大概10公斤以下。正常来讲，其实大人一个人就可以扛100公斤。小孩子跟爷爷奶奶比，你不要考虑到公斤，其实是蛮沉的。想靠一个爸爸妈妈，我老公老爸要买一个5000块以上的，就买一个。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还没有见过，所以其实它的诱因算是蛮大的，因为六种游戏可以融入在同一组织中。因为买一组游戏大概1000块以内就可以买到一组的游戏，这是只有一种游戏，但是我们总共六种游戏，卖到5000块的话，我相对的应该是比较有吸引力。第5大小适合学生携带，我们分成发烧、鼻腔、咽喉、头部、耳朵、肌肉以及。症状发生的感觉，共48页，每一页都有模拟看诊时的情景，再搭配疾病沟通卡，让幼儿能够学习表达。完成后，我们实际找了几位越南籍女性帮我们做放问卷调查。因问卷显示，学习完男男技术靠教材购买，最高的4分有29趴，四肢为5分有20趴，就他们可能看成未准，所以我们把他们改掉。第2点，没有音档，所以我们之后再用设计一张卡牌。让他们可以从头到尾用手拿的方式，没意义，上去都没答。就是我们的部分，这个5/2、5/2、5/2、3那个是，就是说我们暂时还没有做制作点读笔上技术，所以我们是自己。但从个人出发是很好的，但是慢慢在想屏幕的时候，或想方案的时候，可以再周全其他。对，好，这样10分钟，我们要上来要直接让他。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你们这样子这么多的经验，又去做，你可以试试看在这里面过程中最快乐的感觉。因为你刚刚有说你们觉得做完好有成就嘛，说说看你们最快乐的感觉一件事，然后也觉得很挫败，因为这么顺利吗？因为他们沟通之后就是一直被打回啊，然后就是，然后又去了解，了解什么？了解，还有要去查那些症状会有什么。就是可以表现出来，然后就是一直修，修到后来，也有些话也会被筛掉，就有些症状他觉得我看的凶手真是让我意想不到，你们一定要去follow一下啦！拜托哎，你们知道日本有个节目叫做真人版的密室逃脱吗？那个真的有够刺激的哎，只要在限定的时间内没有挑战成功，他会让你。博物馆为主题，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好啊好啊！以下是我们的研究目的：一是美感教育落实于活动过程中；3透过一系列密室逃脱关卡，培养幼儿团队合作之精神；4探讨大班幼儿对我们设计的幼儿版密室逃脱之喜爱度及满意度。我们密室逃脱的主题
评审老师大家好，我们是家政群创意组，我们的作品是妆发带着走。哎，真正的实习课我们要准备什么啊？真的很困扰哎。这样子，那你们有怎么解决的？什么材质的布料是最好的选择呢？棉呢，可以耐高温、散热快，而且吸水力很棒哦。不行呢，它缺乏弹性又容易。我们也会有实测，在实测中我们就有发现一些问题，所以因为我们在实测比较不熟悉，所以我们请幼儿来练。哎，那为什么我们的工作服是使用黑色的呢？因为我们要上实习课啊，我们实习课常常需要用到染烫用具，这样子常常会弄到工作服，所以呢我们目前采用黑色，但是未来如果商品化的话，我们可以使用更多的颜色，这样就可以使用于更多族群咯。多功能的变化使工作服在代用，对，用于学生。那你有没有考量它？你清洗不容易清洗？我们这是可以清洗的，因为它不是防水，所以清洗是就是像一般的就是一般的布一样可以摩擦。对，这种清洗对可以这种清洗。那我现在再问了，瓦屑怎么清洗？瓦屑的这些工具有时候坦白讲，有些是很专业的。是。比如说彩妆的东西，你擦这样子，对工具的受损是不会的，因为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些东西放进去，在那边，因为这一道是美发在用，嗯，美容用的工具哈，我有测试过，这个它可以承受的是3公斤的重量，那这个可以承受1.5公斤的重量，就是我们平常一些生活用品。放进去都是可以飞出去。那它的坚牢度的问题呢？我心灵的设计，我透过这样的回忆去建构我所有走过的路，那个想法是很不错的哈。但就是说你在制作上可能可以再更好，因为老师刚一摸的时候，确实那个拉链一拉开，那个胶带。那个胶卷旁边是会割到的，给你一些建议啊。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的那个灯哈，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放在外面，你反而可以放在里面，你反而可以放在外面组织，譬如说，这个 LOVE 这样一个闪耀的灯在外面，也不必要全部都满都是灯，那个，然后来调整它的面板干，所以。那感觉你们成本很高哎，成本很就是人力成本偏高。对啊，像跟你讲的，我就想说你们的成本讲起来只有药材，可是光听你讲一颗一颗之后，我说哇，这个家里面应该走精致的那个产业链了，我跟你讲专门的，觉得很受挫嘛。所以如果未来有更多人喜欢，我们当然希望以量产的方式。OK， 好，还有没有什么要再跟我们说要再想要？像你们那个。正量的，只是说他们吃起来热量会比较高，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没加糖，吃起来就很甜。就是那这两者的差异在哪里？所以我们做的跟就是加糖而已嘛，糖加多跟少而已。对啊，因为市售的珍珠添加物跟功效。煮法，所以会讲说煮几分钟的意思，对不对？就每一个哪一种拿煮几分钟？大家好，我们是。一线生机，你们看，这是我妈妈给我的零用钱。哇哦，是1000块，是我最喜欢的那张蓝蓝的纸。哎，你看，这是姐姐喝乐加盖课本12章，家政推广教育，利用社会文化增加保育教育的功能。这套是屏东县的狮子乡月桃叶编织工艺，就是早期农业时期
说的废话。我本身是学美容美发的科系，所以我们也可以将这个孔雀放，就是弄在整体造型的身上，就是可以像这样放在头上。我们也有去过岭东中学看他们的那个走秀活动，也看到很多人都是使用很特殊的造型来，就是呈现他们那个所要表示的那个特色。那因为你们在这边有讲到说，除了宝玉之外，你们也很想说发挥传统手工艺的这个特色，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在你们现在的作品中，你们认为它的传统手工艺的特色是什么？被受众欢迎。因为这时候你说啊，要恢复传统手工艺啊，所以你还介绍了一下那个竹编嘛。是的。你可以告诉我，那你们现在做的这个东西是不是那个，它有永续的设计。就是因为现在目前来讲，你希望大家注重环保动，就是关怀平民的动物，可是对整个环境大环境里面，对于永续设计，说你选择的材料会不会污染环境这件事情，我觉得当你要关注这个部分的时候，就要再去思考你的手作啦，选择材料，它会不会到时候再变成是另外一个废品。实际推广了9次以上。发现小朋友很聪明，也可以很快的学会玩我们的象棋游戏。以上就是我们去幼儿园推广的影片。我们进到幼儿园活动之前呢，一样是由我们说故事作为引导。再来呢，是我们的分活动，让幼儿自行做出自己的人偶象棋。刚刚都可以看到孩子非常专注的想要做出自己的人偶，是非常可爱的哦。的触觉发展，那么四肢的长辈呢就比较喜欢原本象棋的玩法，因此我们也发现到说，不是这长辈以及幼儿都可以立即上手哦。我们也到了象棋协会进行推广，请当中的指导老师给予我们建议以及回以及肯定，他觉得我们能够从复杂的象棋规则一一拆解成简单的小游戏，可以培养在当中玩的过程当中，可以培养你的专注能力、逻辑思考以及领导能力，还有解决问题、人际互动。对，解决问题跟人际互动。在当中呢，我们想要让孩子能够学习这样的能力，因为孩子常常在餐桌上都只会看手机，所以没有办法在书面上就是静态东西能够很专注，可以玩，所以可以跟我们一起进行互动，可以增进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长辈们也不会觉得说，为什么我都不可以跟我们的另外这个。稳定性，然后刚看你们那个晃来晃去，晃来晃去，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子？是以后希望它弯曲的吗？可以拉长的。对，可以让顾客方便，就是调整距离。好，来，可以开始。1、2、3。各位评审老师，大家好，我们的主题是翻转新样貌。以上是不可思议。之后我们便开始思考如何将翻转的概念运用于帽子上，便开启了我们的研究之旅。情境剧。嗨，好久不见，你要出门旅行吗？对啊，我要准备出门旅行了。这么多帽子，一顶帽子可以翻出4种不同的花色。第一面，小碎花印花布。第二面，小圆点棉布。哎，这样只有正反两面耶。还有呢，等等，这一面几何提花布，在这一顶的这顶帽会当让你唔惊晒到乌飕飕，嘛唔惊冷到冻高高。情侣两用的帽子实在是太方便了，斗篷设计又贴心又时尚感呢。当然啦、啊，所谓的一件二个，蒙拉兼塞口，就是这个道理呀、啊。这样的帽子哪里可以买呢？我要立刻去买一顶。等等，你们发扬光大。文化新浪潮，创意我最潮。我是主持人文文，我是小画。哎，小画，你看我们今天穿的衣服花纹是不是很特别啊？哎，对耶，而且好有原住民风格哦。那你猜得出来这是用什么布做的吗？这不就是一般的布吗？有什么特别的？这次我来介绍，还不如请作者亲自介绍比较专业呢。话不多说，我们快去寻找创作者吧。好啊，好啊，那就 Let's go。主持人好。哇，你们的领巾好漂亮哦，这都是用废弃布料做的吗？对啊，这些都是用废弃布料
料做成的哦。那你们装吹气布料是什么材质啊？主要都是针织布料，就像我们平常穿的 T 恤、排汗衫的材质啊。还有我看啊，这些图案都很有立体感哎，这是怎么做的？哦，你发现我们的小巧思了呀？其实这些可不是一般的技法做的哦。对啊，这可是我们花了非常多心思所研究出的新技法呢。嗯，所以这可以说是你们的独创吗？是啊，为了研究出有特色的布面花纹效果，以切割式拼布做延伸探究，并自创别布技法。切。在时尚帽的这个区块，就是因为你有极限要做变化，所以在帽子的形状跟样款跟时尚好像就缺少了一点，因为你主要是要要翻转一款两款三款，对不对？就是同一种款式只是不一样颜色不同材质，但在时尚感这一块就好像就是缺少的，缺少。因为你要变在市面上购买的那一种意愿是不像，就是我们在这次的研究过程中，就是他是在杂志上发现这几款，然后发现就是大众比较常用的帽款，然后因为针对老师所提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一顶帽子要有多种的呗，然后把它融合一块，让那一顶帽它要变化，颜色就不容易。因为在裁缝里面要去变化，一款要多变，就不容易了。帽的话可以透过剪接去做另外的设计，然后如果就是款式的话，我们可以利用帽源的处理，然后让那你因为就是一样东西两边这样吗？一个成两边。对。你说那个最受那个最受饰料最强的那个少主的，对，就菱形，对，那个应该最酷嘛。他说最喜欢，所以时间我很好奇，那最多少岁？哦，他有这个时间，贴最碎的那个这个。你们基本上都设计包嘛，对不对？嗯。我觉得一拿很重哦。其实没有，因为有塞布，我们还比较。我觉得一般现在都很怕背很重的东西，你知道吗？所以我说哇，刚刚一拿那个怎么弄？其他的呢，都因为叠布，意思是说好几层，对不对？对。所以它原来的材料的量就大，所以它不是一个。事物都是一体两面的，因为那布料本身的，那是因为你们很小心，如果有刮到，其实它的那个虚法，因为它这是尾边，就是那个怎么可以讲？它的纹路上面来讲是不太一样的状况了，所以我会觉得说，哎，可能要有一个观念，厚就代表就是蛮高级的一个技法，但是因为现在哈，你们又把它跟原住民的图腾都混在一起，原住民的图腾它也是有个很醒目的一个等于说一个图像对对对，所以我弄了半天，我可能只注意到说它是原住民的无袖、短袖及长袖，增加整体上衣的实穿性、变化性及可再利用性。接下来介绍长裤和圆裙，设计运用七巧板元素做造型设计，色彩运用大较鲜艳，我们在布的剪接线做裁裁设计，组合出更多不同图形，进而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建构能力。在裤子及裙子的腰头合上扣子，腰带搭配可变成腰带裤或腰带裙。接下来由我为以上四款单品进行总结。本系列服饰经过搭配后，可有72种穿搭变化，及小朋友在进行游戏时能够参考，更加清楚各个游戏进行出方式。接下来针对网络发放的300份问卷进行说明。本系列服装创意与特殊设计分别有便利性、独特性、美观性、实穿性、功能性。下次要塞罩子。罩子哦，还行啊。这是里面的东西拿起来了吗？它有质感在里面。哦，还有质感。因为这个，这些也都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那个旁边的。各位评审老师，大家好，我们是有够拿下。快点一个，就我都在折中，全部都可以。可以折成我们想要的形状，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然后等它干。
干了之后呢，就可以将所有零件组合在一起，再加上一些金属挂钩，这样就完成咯。不过每样的作品都有不同的。谢谢各位评审老师。我想要进行这个主题的动机跟你的课程这方面的内容都很棒。那我们有做了很多系列的作品，比如说来创作目的，创作目的有以下三点。第一点，多了椅子的脚架也可以轻松带着走，又可随时随地做人头。第二点，伸缩感的设计方式可以增加使用者的便利性。第三点，可以随意调整高低，既轻便又实用。第三点，便利性，脚架有专用的收纳袋，能让我们随时随地轻松地带着走。接着是严劣势、机会以及威胁。我们的优势有以下四点：第一点，方便收纳；第二点，外出携带方便；第三点，随时可以使用；第四点，可减少准备用具。劣势有以下两点：第一点，材质轻，要评估。在这次的创意作品当中，我们使用了三种原理：平衡原理，一种稳定的状态，受到多种对立的各方整体无变化，称之为平衡；共点力，力作用在于同一点或是相交于同一点，称之为是哪些方式？不然的话，它的价值其实会降低的一个部分。还有，当你们拿到这些材料，你们有没有把它打看，敲成像丝啊？因为当它是有纤维状的，我觉得你可能也许可以思考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去呈现，可能更多元的一些方式。不然的话，当然就是你们关注了一些可以用的材料，但是就必须实验的过程吗？有，李小老师，您做了什么实验呢？我们经过非常多次的实验，发现只要不要实验什么？实验脚架里的稳定。我说补充一下，因为我们实验脚架里的稳定度，我们实际操作过很多次，我们也让同学实际操作看看我们的脚架里的稳定度，他们也觉得其实这个稳定度是可以承受到一定的重量。我们也请了我们美容科的专业老师实际操作看看我们的脚架里，他们都觉得我们脚架里的稳定度都非常的好。那你们有没有做准？就是做一个非常具体的表格，告诉我它的稳定性、载重性跟一个数据的一个呈现。就像我说的提问，其实我们的稳定度，它在你们要弄弄的大肚子，我还带来一个神秘的东西哦，可以在你生气的时候、难过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疗愈你的心。是什么啊？嘿嘿，那就是小熊行动。一的情绪在六大领域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我们坊间的艺术疗愈呢，是大部分的对象都是成人，很少针对于幼儿或是亲子。于是我们设计出一套艺术疗愈的。各位评审老师好，我们是第九组。那我们这一组的作品名称叫《暖心行动：太阳能友善机能一》。那待会呢，请评审们看一段我们制作的一段短片。那这一段短片呢，是在说明着一位街友。没有故事，要不要说一点？就是，但是很奇怪。
因为我们是透过挖洞的手指朋友来表达自己的政策，其中就有一个小朋友，而且。然后我们就会就是跟他聊聊天，说为什么没有吃到糖果你会觉得不开心，或是有怎么样才能就是让他开心，对，或是跟他聊聊天，让他有心灵被抒发的感觉。好，那他有没有在画第二张图？你懂意思？有可能就是就是好奇的地方啦。对，所以其实你们做了蛮，你们有做调查，你们要说看你们的调查结果有没有用啊，所以你才觉得哦，他有疗愈哦，一定是你们调查一些东西告诉我们说他有效，是吧？就是不同的媒材呢，其实是可以宣泄不同的情绪，比如说你刚刚讲的，我就想说那种共鸣，对，共鸣，对，我应该带他去玩史莱姆的，或许就真的有疗愈的效果。对，因为其实你们的目的是。对，目的是希望他疗愈，可是你们刚刚已经讲到是发现他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感觉最后一旦发现这样的小孩的时候呢，可以做些什么？这个大概是在你们研究的部分，这是你们专题部分后面可以讲的，好，可以多一点点说明。对，要不然你们做了好多花样哦，好辛苦哎，我看你做了好多设计啊，这样子。对，你们最有成就感的呢？最有成就感是哪一个疗愈？你觉得最有成就感，有吗？我们的专题名称是声响的增量的跟我这样做，雷雕数位生活常规图像指示牌。这是一位非常温柔的老师，但是对他来说管理秩序越来越没有办法。小宝，我起来玩具哦。小宝，这个是受了气。在实习中我们发现因为没有制定生活常规之外，那么幼教人员在利用铃声，这个人力用这个人生性没有注意，这就是因为一个心然后一个人全身心在。第二项教具箱型机器的话，外观来看起来确实有点脚的一些功能，但是因为毕竟它是要穿在我们皮肤上，然后要达到你们讲的暖心友善，所以它后续的测验可能要更具体严谨啊的话，我觉得你们这个 idea 才不会可惜，因为你们 idea 他们其实最担心都是怕导触电，就是怕走电，对不对？就是大家都怕嘛，对不对？电感都会电。对，所以这一个部分是大家最担心的部分，那所以你就要用很科学的、很严谨的、很客观的去验证这个衣服它的价值就会不一样，对，否则它只是一件衣服，而且甚至不要用它电，我只是一件衣服。那就可惜了，了解我的意思吗？好，谢谢，多加以佐证。Google 一下，应该有个类似这样。关于温度的部分，其实我们有查过，就是电热毯，它市面上电热毯大约都是维持在30度左右。那如果温度超过42度的话，长时间接触皮肤是会灼伤的。是。那我们刚测量这边温度呢，因为这边是最。各位评审老师好，我们是第十组，我们今天要报告的专题名称是三型功能。哇，世界广阔啊！评审们，不觉得他蛮有眼光的吗？这是我们新推出的产品，它的品名叫做三型光影。三型光影什么意思啊？我们主要会命名为三型光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利用今年的流行配色，以及这样或许就是也达到了刚刚的提醒，你们可能思考一下。你这个热辨识法最主要的功能，当然是为了降低一些每天的一些职业伤害，但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幼儿的发展也是需要关注。所以看一下开关，那个铃声的开关后，幼儿会先找那个声音的来源在哪里，然后之后看到前面这个房子，就知道啊，现在我要做什么这样子，有没有都会看到？因为在你们，然后像有些，因为有些幼儿他比较会不听幼教人员话，所以有时候幼教人员会使用那个手指指示牌。你们有特别去，因为比较多是在幼儿，那家长那一块呢？因为你说将来也会针对幼教这样的部分，有想过请家长的一些回馈分享吗？有
的其中一家媒体。那我们在后面也有做一个转光条设计，那我们这边主要是一个客制化的概念，让消费者他们可以自己去设计一个图样，然后放置上去。因为我们的导光条它是易绕取的，对。你这边这个机关是还有其他功能吗？好，你可以帮我把它拆解下来。我们在我们的后面有做一个口袋的部分。做你们的这个整体的作品，那当然，我们以美术的观点来看，所有的美术的材料也好，方法也好，有非常的多种，相当多。那你们可以试着回答看看，为什么你们选定这个蒙太奇作为你们这个的主轴吗？蒙太奇它最一开始它是法，那它最开始的意思是建筑物把它建构起来或组装起来。那我们就是日常生活，但后来被广泛运用在影视，去转换每天他想要组合不同的一个图像。对，那在这个部分，那针对这一点的延伸的问题就是说，那如果今天顾客，如果假设我今天是一位顾客，那针对这些作品，这些作品，你们有想过可能可以是其他的，可能不是手绘，可能是用什么？在你们报告里面就是说希望这个透过延伸有自我反思故事性质不同的特质吗？我可以请问一下，就你目前的构图里面你想讲述的是什么样的诗跟那个部分或者是最主要是说因为蛮特别的，你们特别彰显一件事是好像可以因为可以拼的意思是有主控性主导性，然后我是谁，对不对？可在刚刚老师问的说当你这样的拼的时候，那他拼出的故事会是什么？那可以怎么呈现？所以像刚刚徐老师讲的那个深层的内涵的话，其实图案跟颜色都有它的意义在。这个需要做文献探讨。不是说我今天想画这个图案，我就画这个图案。那你要去了解这个图案，人家选择这个图案的人，他的想法是什么？其实图案跟颜色都有。都有的。这个十二号专题名称为刻骨铭心，这份专题的主轴与人设雕刻科技，将传统森林图腾刻印在图格上，让历史建筑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崭新样貌。从小生长在台南的我们，对这片土地自然充满着浓厚的情感。在台南府城旧城区内，古迹庙宇历史建筑林立，在古迹建筑上我们看到了许多传统窗棂艺术，这些窗棂艺术若隐若现的空花镂空效果，更成了建筑审美的中心。于是我们由这充满古迹风采的台南出发，将传统艺术料并且实际探访搜寻窗棂图案，再利用 AI 绘制图腾，最后完成作品设计与制作。在收集文献资料时，我们了解了窗的由来。原来在古代还没有发展出真正的窗时，天然的洞穴就是人们的居所，所以它是在墙上开了一个洞口。它的诞生在中国古代偷工技术上有着很普遍有着较大的突破。之后经过各个朝代的演变，无论在通风、采光及样式变化上都更为精巧。例如唐朝时期已经开始出现了直棂窗，而窗的面积逐渐增加，并多了开合的功能。紧接着宋元时期的阁门是一个将门跟拱的